宏远兴业是台湾最具规模的一贯化纺织大厂，以放胆涉越5+5全球布局制胜策略，在亚洲、美洲与非洲等6国增设垂直整合纱织染工厂与成衣厂，以低碳永续绿色足迹建立6国生态供应链。2017年，宏远正式跨足非洲大陆，在伊索比亚设立成衣厂，服务全球客户订单，就近提供欧洲、中东及非洲快速成长的市场。伊索比亚地处东非，全年平均气温15到25度，拥有大量淳朴的劳工。2018上半年设置24条产线，已全数投产。下半年增设18条产线，并预计2019上半年再增18条产线，月产能达45万件。智慧宏远4.0计划，复制绿色生态工业园与智慧工厂到伊索比亚厂区。Green Smart。绿色智慧工厂以创新永续制程生产环保低污染纺织产品，引进自动化系统与机材，智慧生产大幅缩短制程，自动拉布机可12秒内完成拉布动作，自动剪裁机平均1小时能完成1000件。新款模板研发与推广可以满足客户多样的成衣款式需求，达成期待。目标每个月开发2种新模板，完成快速且高品质的客制订单需求。单头自动模板机，一台日产量达800件以上。双头自动模板机，一台日产量可达1500件以上。以 U 型流水槽打造成衣的精准节奏，工序细分与带动性生产，使员工提高效益产量最大。目视化管理与数据化管理可精准掌控生产能量，自动化设备与大数据高效运用，精准整合供应链，使架动率发挥近100%，实践人机完美协作。电脑自动绣花机可绣制毛巾绣、链式绣、平绣、特种绣等任意精美花纹。自动领片横边机、自动车缝门金机，搭配品管小组进行 QC 品检，确保织品品质稳定。宏远的永续思维全面应用在制程、员工训练与照顾，专车接送厂区员工，提升交通便利性，建立全方位职工培训系统，扎实培养多工技能，记录学习曲线、观念意识、制作流程等，培养高熟练度专业职工。每天早晨以早操圈会凝聚员工向心力，提振精神，透过宣誓6大誓词，正向引导工作意识，使员工乐在工作。以行善利他为出发点，完成纪律稳定的工作目标。目前伊索比亚厂已有超过1100名员工。宏远以人为本，深入当地文化，翻转生活条件与竞争力，受到当地政府与官员的敬重，成为当地幸福永续企业的标杆。宏远的放胆涉越计划成功以核心4力站稳非洲大陆，透过跨国协作开创跳跃成长模式，并以荷包蛋哲学创造3重盈余，达到6方皆赢，善尽世界公民的永续责任。